哎呀！
到了这个地区。我这本来是说我现金不给的时候我们就吃饭装饭然后Thank you.
您这行。
可以直接看到客人。
Thank you.
上午和下午不一样啊，不一样的，你先上马上坐，我们这是一级，这种。
吃。